这个笑声。哎，吃你的，不要老动人家呢。哇！哥哥要排你坐是吗？装逼了是吗？吃饭，现在不是你表演的时候啊！你随便用一双就好了呗。谁用啥？嗯，还不会，那我就不会干嘛？加工吃饭。加工吃饭。不会。我要给你一双筷子。咬来吃，他不用。我要勺。可以用筷子，我用勺子。那勺子。那我也可以。快点吃啦！那雪花。嗯。你们两兄弟要不要换个位置？哥哥帮你夹不？放在一起。嗯，谢谢先。谢谢。妹妹你要吗？你要西兰花吗？谢谢哦。你要表妹也会说谢谢哦。夹不吃饭。谢谢。谢谢。嗯，一点点。一点点辣而已。我都吃过了。你也吃西兰花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哦，真棒！西兰花有营养。好好吃的豆子，甜甜的是吗？饭也要吃的不？一颗豆子送一口饭。这么好啊！哎呦，哥哥这么好，帮你打水不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他说他不喝，刚刚吃药了，喝水喝够了。哦，清空一点。什么是鲨鱼游戏？我来，一下，你来。我在这里见到了一个。你真可爱，女汉子。哎呦，呦，你还会在上面荡啊！你要趴着下来呀、啊！哈、你是在写你的名字吗？翔是吗？哇，写的真棒！你记得灰字怎么写吗？对了，提，往那边提，横勾。一横，撇，折，横，一竖，对啦，真棒，真棒。你呢？你写你的名字吗？啊，我写啊。今天到台湾一定餐厅要请客是马哥是吧？谢谢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观众朋友。
来，我们来到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，今天晚上是打低高跟慢摇的歌没有了。明天晚上才能做女人了，今天晚上做不了了。谁在吃啊？妈，睡了。欢迎。今天的感觉怎么样？还有。在今天的感觉，一起回味。互相的享受，互相的感觉，一起。多谢那些大动。今天的感觉慢慢要我带给你们的快乐啊。新歌、老歌、中文、英文、国语、粤语、流行歌曲都会有的，好听的歌曲一直都在，快乐的歌曲呢也会持续给大家更新。最慢又慢，你们插到车上面去，你们感受不一样的快乐。谢谢我们的露露，谢谢我们，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宝贝，也感谢所有下单的朋友。今天这场直播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，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好不好？